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和囧一家四口的照片，照片中的何老师、哥哥还有父亲长得非常像，如果不是年龄原因，一定会让人误以为是三胞胎，尤其是何老师跟父亲就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有网友说看到何父就仿佛看到了70岁的何炅，熟悉何老师的观众知道他是一个很低调的人，很少在公共场合晒自己亲人的照片，也很少谈及前一段时间何老师带一个小男孩上节目，当时很多人猜测是何炅的儿子，因为两人长得太像了。不过何总说是自己哥哥的儿子，这样一来广大吃瓜群众才知道何老师还有一个哥哥，看到这张图片才知道何老师的皮原来是遗传啊。照片中的两人是何炅的爸爸妈妈，当着众多人的面实力秀恩爱，上演年轻人的下跪送花，和爸爸这一跪真的好温馨，可能这就是爱情最美的样子。